你到了恒春半岛，到了南方之南，对，最好的旅行方式就是骑摩托车。现在下午的那个湖光最美，湖畔游泳。对，好哈。以前呢，我们都是台一线这样子，就这样冲过去的。就是、现在不晓得说这一片竟然有这么大的余温。啊，对，全部都是。